说一下这几年公民社会的这个抗争事件啊等等，然后自己大概讲个40到1个小时左右吧，然后大家再可以一起聊聊就好。司令就开始。好嘞，行，我做的这个今年中国公民社会的民主抗争呢，这个演讲呢，我在民主基金会也做过，那是一个英文的。那么这个，因为我是去年9月份来到美国，来的时间还不算很长，那么在国内呢，也参与了很多公民抗争的行动。所以这来这之后呢，跟大家讲了很多事件呢，其实呢是网上是可以看到的，但是呢，毕竟大家在美国呢，对国内的情况呢，有些人不是说很熟悉，所以我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些交流。讲完之后呢，我希望大家一起来进行一些讨论。那么，这是我要讲的一些目录吧。先，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民主抗争的一个概述，然后我再讲中国为什么需要民主，然后呢，再讲一下互联网时代的抗争和它的特点，然后再讲几个关于08宪章运动以来民间抗争的典型事件，最后展望一下未来的民主中国。那么，中国呢，大家都知道，早在1912年辛亥革命之后呢，其实中国已经变成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可惜呢，那个时候因为民主呢没有巩固下来，然后后来呢，国民党崛起之后，在国民党即将实行宪政时机，然后发生了抗日战争，所以呢，中国实行宪政的步伐呢也延缓了下来。然后到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然后两党呢，在没有利用好当时的政协提供的这个历史机遇，所以呢，就通过内战，共产党获取了政权，这个大家都知道了。然后在毛泽东时代呢，建立了一个典型的共产集权国家，那个学术上叫 totalitarianism。那么集权国家呢，意思是说它不仅是一个专制独裁的国家，它是一个公民的一些社会权利和经济权利也被剥夺的一个国家。那么到了1978年，邓小平复出以后，也就是所谓的改革开放时代，那么就进入了一个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威权主义国家。那么在政治上，它还是专制，但是呢，它在经济上、社会上，给了公民一些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就是这样一些有限的自由，那么使得中国人民呢，摆脱了以前那种纯粹的压榨和束缚，而且也创造了近十几年来经济发展的一个所谓的奇迹。那么这个民主抗争的简史呢，这在座的有很多专家我这大概简单提一下，那就是从1976年呢，四五运动这个时候，可以说是1940年之后第一次民间的大规模抗争。在此之前都是一些零星的，或者说一些党内，比如说有张志新啊、什么林昭，还有这样一些反抗文革的一些抗争。那么纯粹的民间抗争也有，比如像黄立仲北京大学的学生，那么被反革命罪给枪毙的。但是呢，从76年开始，就是人民开始进行对政府开始了有了这种针对政府的这种抗争。那么78年到81年之间的民主墙运动，这是一个民主启蒙时代。现在魏京生啊、徐文丽啊等等，当时的很多老一辈民主运动专家，现在还在美国。整个80年代呢，这是一个自由化的一个时代。那像苏小康老师对这个是非常熟悉的吧？那么89年呢，当时是一个民运的一个高潮吧，然后可惜呢是以六四屠杀结尾。到了90年代呢，
民间抗争呢有一些阻挡运动，因为已经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这种公开的一些活动，所以九十年代的阻挡最初呢是一些秘密的，比如说这个典型的就是胡适根他们组建的自由民主党，然后这些人当时这参我听胡适根先生说呢，被抓判刑的大概就有30多个，全国的那几十个人也许上百人，会更多。那么第二波阻挡就是1998年，98年的时候，因为中国签署了2个人权公约，那么签署这2个公约之后呢，国内一些搞民主的一些人士认为这是一个时机，所以呢就在各地呢纷纷成立组建民主党的筹委会，后来呢也有一些地方以北京为主，就开始组建党部。那么这个阻挡风潮呢后来还是遭到了中共的镇压，当年呢98年就先抓了3个人，徐文丽、王有才、秦永敏，分别判了11到13年，然后接着呢到第二年又抓了10几个，然后陆陆续续又抓了很多人。我在1998年的10月，也就是北京这个党部刚成立的时候，加入了秦永敏的这个北京党民主党的党部。然后到了1999年之后呢，可以说进入了一个互联网时代。进入互联网时代呢，大家就有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或者说至少有可能发生的一个阵地。那在以前你没有这样一个发言的一个渠道，你只能通过官方的一些媒体。那到了互联网时代以后，尤其是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全是一些自媒体时代，这个时候呢公民抗争就展现了很多新的特点。那么公民抗争呢，我们公民社会呢，它是所谓的公民社会应该是基层的社会组织。那么它公民民间的抗争呢，我们说是为了民主，民主呢是一个广义的政治体系的一个概念。那么更具体来说呢，我们直接的抗争目标往往都是为了人权，人权呢分为政治权利、公民权利，还有经济社会文化权利。那么这些权利呢，在1948年的12月10日，由联合国发表，体现在《世界人权宣言》里面。然后到了1966年，然后这个宣言中的这些原则，就具体化为2个公约，联合国批准了这2个公约。然后到了1976年的时候，有了一定的达到了一定的这个人数签署，然后就可以生效。中国是1998年签署2个公约，2001年，然后批准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但是对于前者，也就是政治权利、公民权利国际公约，就一直没有批准，一直到现在他也没有批准，他也不太可能批准。那么这2个公约里面，如果他们规定的这些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都能够实现的话，那么实际上我们已经就可以实现民主了。所以这个人权呢跟民主呢这2个概念是紧密结合的。但是中共呢它有自己的一套这个所谓的人权概念，它完全歪曲了真正的人权理念。它我们大家都听说这个人权首先是发展权和生存权，生存权发展权，然后呢然后就没有了。那么这个概念呢，它的始作俑者呢，我在监狱里面还听到过，叫许建一，他是原来红旗杂志社的主编，他跟我都关在北京的安全局的看守所，在大红门那边。然后他在里面，他跟我不是一个囚使，他跟他自己的同囚使的人说，哎呀，我这辈子真是非常的后悔，给共产党杜撰出这么一个概念出来。现在我自己的人权都没有保障。那公民社会呢，它整个发展的这个过程呢，
应该说从互联网时代以后才开始逐渐发育起来。因为以前所谓的民间组织呢，都是官方控制组织，什么无论所有的什么妇联啊，什么残疾人啊，青少年啊，啊等等，都是官方控制。那么到了互联网时代以后，才有了一些真正的民间组织，才开始逐渐发育起来。那么到1999年的时候，出现了第一批思想性的网站。这个最典型的呢，就是李永刚的《思想的境界》。然后当时我也自己呢，创办了一个个人网站，叫杨子的思想家园。当时还有一大批，那是最早的一批思想性的网站。大家突然发现，哎，有了互联网，我们有了一个发声的地方。那么我呢，也是把我原来可以想到写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人权的一些思考，对民主的一些看法，对农村调查的一些过程，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有的这么一个地方把它写出来。我是比较关心这个农民问题，所以呢，里面有很多问题都是关于农民的、农村的，还有村民自治方面。然后到了2001年的时候呢，因为新青年学会这个案件，我们就被当局逮捕，后来判刑。我们一共四个人分别判了8年和10年。我呢是判了8年，还属于比较轻的。当然，这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冤案，因为大家其实呢虽然有了一些初步的民主的一些看法，但这里边呢，也就只有我一个人可以说是有了比较完备的一些自由主义的思想，其他都是一些在校的学生或者刚毕业不久的学生，很多都是中共党员，受共产党洗脑多年。我们共同的特点呢，就是大家对农村问题比较关注啊。但是呢，因为当时国家安全局和公安局嘛，互相为了争取功劳，所以就把我们这个打成了这个反革命集团，然后呢，再一直上报到中央政法委，然后最后江泽民批示，把我们做成了一个典型的一个政治案件。我入狱之后呢，然后我是1999年出来之后呢，我当时参加了一个民间 NGO， 叫北京船只行社会经济研究所。这个社会研究所呢，是从工盟分裂出来的。工盟的前身呢叫阳光县道，阳光县道后来改名叫阳光县政。那么基本上就是说，2003年，也就是说阳光县道的时候，民间的这些组织呢，基本上开始发育，也就是说逐渐的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这种 NGO， 也就是非政府组织。而且呢，由于跟国际有了接轨，所以这些的 NGO 呢，就是逐渐的，有了这种国际上比较专业化的一些倾向，大部分是做行动的，也就是说争取个人权利的。在北京呢，除了船只行之外，还比较有名的还有爱之行。爱之行呢，最早是做艾滋病权利保护的，但是后来它的范围呢就已经远远越过了这个艾滋病的。他实际上在支持很多草根 NGO。 另外一个比较有名的是艺人平，艺人平这个含义呢就是艺人嘛，就是万艺人平等，是这个意思，实际上是一个平权机构。艺人平做得更巧妙一些，他在全国各地呢都建立了自己的一个分支机构，他不叫，有的叫艺人平，有的不叫艺人平。所以这样的话，当一个地方遭受打压的时候，在其他地方呢他还可以继续活动。但是呢，共产党当然对这些呢，肯定是从长远来看是不会容忍的。只不过在互联网那个时代呢，刚一发展，民众刚有了这么一个空间，从 QQ 到微博到后来的微信，共产党一开始还不知道怎么控制，然后但是时间长了，他们逐渐发展出自己的一套控制方法。那这些民间 NGO 呢，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开放，也就是共产党呢，到后来虽然，
已经出台了一些规定，就是说叫社会非，非企业，非企业组织，实际上是应该算是一种服务性的 NGO。但是呢，这个注册的条件呢非常严格，一般它是注册不了的。或者说你要有一些社会关系，比如你跟这些政府的官员有一定关系，然后你注册之后可以承接政府的一些服务项目，政府呢他对你当然也要严加管控。你这些机构实际上呢表面上是非盈利，实际上也是为了赚钱，并不算是真正意义的 NGO。 那我刚才说的这些像船只行、爱之行、一人行这样的 NGO，或者像广州、深圳那边的一些草根的劳工 NGO， 那么他们要想注册怎么办呢？那就往往要注册成一个公司。注册公司呢，你就要交税。那么在胡温时代呢，这种途径呢还是可行的。像我们船只行每年要申请活动的时候，其中呢，就申请这些经费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经费也是来自于国际的 NGO 或者基金会，申请这些经费的其中有一项就是要交税。然后他们奇怪，你 NGO 怎么会交税呢？这是中国的一个中国特色，它能让你活着已经不错了。到2008年，这个刘晓波跟张祖焕他们这些人起草08宪章，然后第一批有300多人去签名。这个时候呢，就形成了是算是知识分子为搞民主化进行的一个努力的一个小高潮。我是2009年出来的，我出来的时候呢，刘晓波已经进去了。我进入狱之前呢，其实跟小波有过几次交往。我那时候是做电脑，所以呢，我就到他家里，有时候帮他来看一下电脑一些技术问题。也是通过刘俊宁老师这样一些知识分子，这么认识。我入狱之后呢，李小波、包文庆啊这些知识分子，他们还写这些呼吁书啊，为我们这几个人呼吁，所以我也挺感谢的。我出来之后，等我签署的时候，那个时候08宪章的签署已经到了第16批，我是第16批的第一个签署人。再往后呢，签署人就比较少，现在有13000多人签署了08宪章。然后再往后呢，就虽然当局一直在也是在不断镇压，但是呢，由于互联网对民智的那种开启，实际上公民社会还是在发展。到了2012年呢，民间的这种行动达到了一个高潮，也就是以新闻运动为标记，从事南方呢。出现了南方街头运动，以这个南方周末街头的演讲为标志，南北互相呼应。但是呢，总的来讲，它也可以算是一个运动。那2013年和2014年呢，其实这个虽然新闻运动本身被镇压，但是呢，公民的。公民抗争其实还是在继续，一直到2015年，到了709事件，就是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转折。七零九呢，也就是说7月9号这一天，王宇律师先是被抓，他是丰瑞律师事务所比较著名的一个人权律师，然后到了7月10号这天，然后又抓了很多，北京抓了有10几个律师。然后传讯、谈话、讲话，然后全国各地都开始铺天盖地的进行，抓的加起来有30多个律师，大部分都放了。最后有几个律师呢一直没有放，像王全章是不久前被判刑的，还是属于709事件中的一个。后续的像于文生律师现在还在里面，他其实也是属于这个人权律师中的一个。只不过他比较晚一点，还有最近刚释放的江天颖律师。那么709事件之后，当局的这种镇压呢，他就更加全面，他就不仅去镇压律师，镇压这些人权活动者，然后接着去镇压那些
比较温和的批评共产党，然后再去镇压那些去支持他们、给他们点赞的、给他们去送饭的、送饭所谓的送饭党。一直到最近呢，那么整个民间的抗争可以说在国内处于一个低潮的阶段，但是绝不能说现在已经停止。那么我们一直要说中国要民主，那么中国为什么需要民主？那么从我来到美国这段时间来看呢，我看到很多美国人写的这些文章，也就是从他们角度或者从欧美人的角度，他们觉得中国只有中国民主了，那么才能减少中国的这种威胁。以前呢，他跟中国实行的是一种接触政策，但是发现时间长了，根本就中国没有这个民主化的意思，反而对美国他们的一些安全问题、对美国的商业利益造成了损害。所以现在呢，中美之间呢又陷入了一种像类似冷战的一种状态，当然还没有到那个程度。而且他们认为呢，由于中国在背后撑腰，所以导致了世界上很多独裁政权得以继续延续，来继续他们的践踏人权的行为。所以呢，中国的民主化呢，肯定是有利于世界的民主化和世界人权的。当然他们也比较关注中国的藏族和维族的这个人权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们就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这两个问题要抓住人权的这么一个核心，因为如果越此之外，到了比如说更高级的一些政治问题，比如说西藏是不是应该独立、新疆是不是应该独立，这个问题就争议非常大。但是如果我们抓住了这个人权问题，也就是说你的宗教信仰、你的地方自治等这样一些的人权问题，那么就不会犯错误。这个呢是从世界视角来看，但是我们从中国的视角来看呢，最主要的问题呢，是因为中国呢虽然近几年的经济发展，但是由于没有民主，造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引起了严重的社会不公。那么这个也是必然的，因为假如说没有这些不良后果的话，那么中国模式可以说真的成了一个脱离一个民主模式的一个新模式。但实际上呢，人类实行民主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形形色色的专制可能在短时期内都创造过一定的所谓的奇迹，无论希特勒也好、斯大林也好，或者说是智利的皮诺切特也好等等，但是呢他们都不可能长久，真正能够长治久安的还是要民主。那么这个两极分化最主要的体现呢，就是一方面的是繁荣，一方面的是这个繁荣主要是大中城市，一方面体现在落后地区，主要是农村地区的一些贫困。右边这个图片呢，是我在河南艾滋病村拍到的。这个艾滋病村呢，因为大家可能如果去查一下互联网的，应该知道。由于当时地方政府鼓励去卖血致富，所以呢导致艾滋病通过血液传播，大量的青壮年都染上了艾滋病，丧失劳动能力，早早的去世了，所以这些村子呢就非常破落。那么最近有一个专家呢，他提到一个现象，就是说我们中国呢，你看很繁忙啊，修建了这么多大的机场，跟美国、欧洲不相上下，甚至比他们还要先进，也非常忙碌。但实际上呢，我们还有十多亿人没有坐飞机，也就是说，忙忙碌碌这些人呢，大概有三亿多人，它是根据一些数据来测算的。这个数据也其实也对。你比如像我全家呢，除了我之外，我的那几个弟弟妹妹，好像他们都没有坐过飞机。所以说呢，这些繁华的先进的很多现象呢，都是一个表面的一个东西，他们很有可能只是少数人的，所谓的少数在世界上来看也许是多数，你比如两三亿人呢，可能是很多的人，但是在相对于十三亿多中国人来讲，那确实是一个很少的一部分。那么这左边这个图片，这是网络图片啊，上面呢右边上面两个是
我拍摄的陈退病的一个家属，有其中右上角这个人已经死了，他已经到了陈退病的末期，这些都是那些农民工啊，因为他们去到城市里打工，患得陈退病之后呢，没有人管，地方政府呢认为也不是他们责任，所以而且一旦得了陈退病之后，他们就这个病是没有办法逆转。如果是在香港这样一个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呢，他们很有可能比如活到七八十岁，实际上没有太大影响。这个是需要有良好的一些生活环境，但是如果他们条件比较恶劣的话，他们很早就会去世。右下角呢，这是一个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他只能暂时呢居住在这样一个很破的一个破房子里，现在他也死了。那么左边这个图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个红色部分呢，是中国在这个奢侈品消费占的这个在世界上占的比例，最左边是2000年，最右边呢是从2013年到2017年，可以说是中国占的奢侈品消费的比例啊是越来越大。从大概2013年开始吧，基本上就是第一了，一往后越来越明显。但是这些人呢，实际上呢只是一少部分富人，大部分人呢是生活还是比较艰难，尤其是那些穷人。那么中国现在有多少穷人呢？温家宝实际上也提到过，如果按照世界银行每天生活最低标准是1.2美元算的话，中国还有2亿人的穷人。那么官方给的数字呢是7100万，这个是2010年给的。那这个标准呢，当时是2030块钱人民币。一年收入哈，不是月收入，这个标准是非常低的。那中国有1.3亿的农村老人呢，每月的养老金只有88块钱。那么这个钱呢，还是温家宝时代逐渐建立起来的一个新农保。在以前，农民呢不但是没有养老，而且还要交税，人头税。无论你是老人、小孩还是残疾人，你都要交税。那么现在虽然有了，但是这点钱肯定是远远不够的。那么北京师范大学有一个叫刘彦武的老师到湖北省京山县做过一个调查，大概有个5-6年的时间吧。那么他发现京山县的老人，农村的老人，有1/3的死亡原因是自杀。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因为农村老人他没有养老金，他只能依靠子女养老，而子女呢要么就是负担很重，有些人或者不孝顺，所以这个老人根本就没有办法过下去，所以干脆就自杀一了百了。中国现在号称呢建立了全民医保，那么但是这个医保呢是完全不均衡的，它不是一个统一的体系。现在大的是有3块，一个是农村的新农合，一个城镇的居民医保，一个是一个职工医保。那么真正有保障的就是只有这个职工医保。那共产党呢，他实际上呢他也是希望能够把这些有工作能力的人都纳入到职工医保里面，包括这个农民工。但实际上因为农民工呢到处打工，他到处这个流动性很大，所以呢这些人实际上呢还是要在老家靠新农合来进行报销。那么城镇的居民也是靠这种城镇居民医保，这种医保呢国家有一定的补贴，这个就比以前没有医保完全自己掏钱看病当然要好很多，但是也远远解决不了这问题。尤其是近几年的发展，医疗费用每年都越涨越高，这个医保呢一直报销的比例反而越来越低，这个是整个一个国家体制造成的，跟没有民主也是很有关系的。那么公立学校教育的主要就是不公平，因为所以公立学校它利用的是公共资源，但是它的学校呢却是分成3、6、9等。它为什么分成3、6、9等呢？
就是因为这些当官的这些官员的他们的孩子呢就可以上到那些比较好的学校，那些普通老百姓呢，假如你恰好在这个区域，你也可以，你比较幸运也可以上好学校，那一般的老百姓你就只能上那个不好的学校。所以呢这个用公立资源但是又人为的制造的这种不平等，其实呢就是说官员为他们自己谋利的一种方式。那么当局也看到这个扶贫这个贫困的一个现状，也在到处也在推广这个扶贫政策，但实际上呢他们这个扶贫呢，因为在不民主的状态下是根本没有办法做到公平的，那很有可能扶的都不是说最需要的。比如说像农村你这个扶贫呢最奥巴马比如发一些扶贫羊让大家去养，或者说支持你种大棚，但是这些人呢你去养羊你种大棚你得有经济头脑，你得有劳动力，那这样的人其实呢你不去扶他自己也能致富，至少他去打工他不会是非常贫困的。那真正贫困的是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或者有病的人，或者年老的人，这些人呢你这么去扶也扶不起来的，加上这个腐败，所以呢农村的这些像低保啊等等往往呢都是三分之一给了那些真正需要的人，三分之一呢是给了那些会胡搅蛮缠的人，另外三分之一呢都是给那些关系户。那中国呢由于经济的发展呢造成大量的所谓的中产，但是这个中产实际上是非常吃力的，基本上就要在城市里买一套房子就把他们这个毕生的积蓄甚至今后的收入都给透支了。中国现在最大的财富就是房地产，美国现在这个加起来房地产可能也就等于北京上海广州这几个深圳这四个城市加起来房地产总和，但是我们知道他们的 GDP 差很多，他们的生活质量环境都差很多。中国呢这个房地产完全是一个泡沫，他之所以不敢让这个泡沫破裂呢是因为他怕这个经济危机的到来。大家看一下这三张图片呢是我在越城水库的边上照了一家人。左边这个图呢是一个老母亲和他的儿子，右边这个人呢是这个男的的媳妇儿。这老母亲已经80多了，这夫妻俩呢大概60多，这个男的呢有脑血栓没有劳动能力，这个女的呢虽然有一些劳动能力也60多了，当时拍了62，现在已经又过了3年了。那么这个女的而且有精神病，就靠着他们自己种一点地，然后呢政府呢会给他们一些补贴，这补贴加起来呢每个月也就是480块钱，勉勉强强能够糊口。因为这个老母亲呢他还有一个儿子，所以政府觉得哎你还有一个儿子，所以我连这个低保都其实都没有给他。右边你看是他们正好吃赶上他们吃的这个锅这个玉米饼，也就是说他们甚至连吃这个白面都有困难，所以很多时候要买这更廉价的玉米饼，他们廉价玉米面来做这个玉米饼，就蒸的时间长了就有些发霉了。那么再一个问题就是环境污染，左边这个曲线是经济增长，这个速度看起来非常喜人啊，但是这个代价呢其中之一呢就是环境污染，无论是水空气土壤全面的污染。因为到北方去走一走的话，基本上这些河流全都污染，甚至像山东啊江苏啊很多地方的一些这个污粮企业呢把工厂的废水为了逃避检查把废水直接排入到上百米深的这个地下地层里面，就污染这些古代的地下水。这地下水不是分成这个表层水和底层水，表层水呢就是地表那个水流下去的，那么更下面的岩层的水呢实际上是几百万年以前古代的地质形成的水，那个水呢应该是祖先遗留下来的，
将来真正危机的时候是需要用，现在这个水全都被他们污染了。北京的雾霾一直到现在他们没有治好，为什么？因为整个河北省是一个钢铁大省，它的污染，整个河北省的污染都是最厉害的，所以北京呢，它单独再去治也不可能完全治好。环境污染的后果呢，就是说这个污染这个病啊，老百姓这个发病率非常高，尤其是癌症，中国是世界第一，这都是由于这个污染造成的。我去看那些乡镇的时候，到处都挂着这些瓶子，那些大医院更是人满为患。北京儿童医院外面天天都是那些家长在地上躺睡在地上，大冬天睡地上，为了给孩子看病。这当然涉及到一个医疗体制问题，但是跟污染也是有很大关系。很多人年纪轻轻就得了癌症，就死了。再一个不治之症呢，就是这个腐败。那习近平上台以后清洗腐败，光这个将军就清洗了大概90来个。那么落马这个官员呢，每年都有几十万。那么这么多人腐败，他还是层出不穷，为什么？有人说是中国文化，其实呢，这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民主，也没有民主体制下的这种监督机制造成。一个官员呢，作为地方官员，如果你要是没有腐败之外的任何收入，像美国官员一样清廉，我就拿一份工资，政府提供的福利，那他其实他过的日子还是比较苦的。我在我们老家呢，有一个朋友，他是搞扶贫的，他是扶贫办的一副主任。扶贫按说是一个肥缺嘛，但是这个人呢，他是比较清廉的，他有点毛足，他就没有这些贪污受贿。当然你也不能说他非常清廉到连这个吃饭都不去啊，他没到这个程度。但是呢，就是说你只要没有明显腐败的话，你看他连基本就是连个车都没有，也就是说他上下班都要骑一个小电动车。他当了好多年了。那么你要是会腐败的话，一个村官他都有可能贪污上亿。所以这个腐败呢已经根深蒂固，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它是一个不治之症。那么更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带来了这种社会不公平。刚才那个在贫穷那个方面呢，我已经讲到了一些。这种不公呢，还体现在其他方面。左边这个图呢，是我借用了前苏联时代一个等级的一个图。那么中国呢，在一党专政体制下呢，其实呢，它也是一个等级社会。万般皆下品，唯有当官高。也就是说，你当了这个官了，那你就比较高。那你像马云啊这样一些最知名的企业家，那他也不得不，想表示对共产党的一些忠诚。不得不说一个言不由衷的话，也就是你商人你再牛，你也没有自己的社会地位，只有当官才有这个社会地位。有了这个社会地位呢，你就要有特权，有特权就会造成不公。那么整个系统性的政治迫害和宗教迫害，这个大家都应该知道，对吧？滥用权力、腐败，这个滥用权力呢，给老百姓呢造成了很多不便。我在做一个像调查的时候，很多人提到这个计生。计生呢，他给你滥用权力到什么程度呢？有一个朋友呢，他呢，他是个女的，他已经结婚了，完全符合计划生育条件，他去拿这个准生证。准生证的时候，那个计生官员不给他，他说：“你看我这年龄也够，我就是又是独子，我这第一胎啊。”我什么条件都符合。他说计划生育是要计划的，你应该在怀孕之前就来去申请这个准生证，我们给你发了这个准生证你才能怀孕。你呢现在去把这个孩子去打掉，然后我们给到你这个证你才重新怀孕。你说这说的是人话吗？
也就是共产党这个官僚呢，为了他这个官僚利益，他完全就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都丧失了人性。他让你一旦在那一趟趟去跑，所以说中国是一个关系的社会，你干什么事情都要去找这个关系，说白了就是要借助于腐败的这种特权。如果你什么都没有，那你纯一个老百姓，那么你要么就是纯粹的受他们剥削，要么你也要没有关系，你也要去贿赂他们，去建立这种关系。最后那个朋友呢，还是也是要找来一些亲戚熟人什么关系，最后才拿到这个准证。那么再一个就是司法不公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像佘祥林啊、什么聂树斌啊这样的冤案多得很。那么我在监狱的时候碰到过这样一个事情，我是在北京市第二监狱。当时呢，有一个犯人呢，他呢在看报纸的时候，那报犯人可以看报纸，他看到他以前跟他一起作案杀过人的一个同案，被抓了，他就很担心这个人抓了之后啊，把他杀人这个事情供出来，因为他是以别的事情，可能是盗窃吧，被判了刑。这个杀人这个事情没有暴露，他看到同案被抓了，万一那个人把他给吐出来，那他很有可能就追究起来，他就要判死刑了，所以他就主动去自首去了，找监狱领导自首，说我有余罪，然后就把他给关了起来，然后去那监狱呢就上报公安局去查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把他给释放了，说没事了。为啥没事了呢？因为这个案件的这个凶手啊已经被枪毙了。到底被谁给枪毙了呢？谁充当了这个冤大头呢？那就不知道了。反正总之有一个人被莫名其妙的枪毙了。像这样的事情呢是没有公开报道的，我相信这样的事还多得很。再不明显的不公呢，就是弱势群体，因为他们弱，所以呢他们发不出自己的声音来，所以他们就更弱。大家在网上经常能够看到啊，尤其在推特人看到一些视频，那些城管去打人呢，那城管本身其实也算不上强势，但是最更弱势的老百姓呢，当然他就属于政府的帮凶了。所以中国这个体制很奇怪，这个城管呢是由拿纳税人的钱去养活的，纳税人的钱去养活这些人，让他们去干什么呢？专门去剥夺那些更弱势人的生存权。哪些人更弱势？你比如说这个刚才说的农村老人，他老了，他没有收入怎么办？自己种点菜，我到县城去摆个摊去卖。哎，这就是城管的管理对象。也就是说，政府花着纳税人的钱去养这样一帮身强力壮的人，去剥夺那些更弱势人的生存权。他不是说拿这些钱去帮助那些最弱势的人，这就是这个体制的荒谬之处。至于说强征强拆，那就到处都是了，这个就不用多说。最近有一个来美的一个律师跟我说，他在北京通州有一个房子，那就给他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你主动拆，要么你就是给你强拆。至于说补偿多少什么之类，那只能听候政府安排，也就是说根本没有你讨价还价的余地。所以大家可以明白为什么这样的，但至于农村的那更是这样，那把你的地跟房子全给拆掉，什么都没有，这样的事多得很。那么农民或者这些弱势群体受到了司法不公以后，那么他们就要上访，这是中国合法的一个上访的渠道。但是呢，这些访民呢反而遭受了更严厉的报复。我在山东的青州碰见过一户访民，他们也是这个地啊被房子地都被强征强拆，但是那时候还没有明目张胆的给你拆掉，但是怎么办呢？就在他的房子门口啊种上树，把那个路挖断，让你这个房子住不了。然后呢，在此之前还向这个房子打过两枪，能看到枪眼，老百姓哪有枪啊？那肯定是政府的搞的。然后他就不服啊，这女主人就去上访。还没有到中央去上访，到省政府去上访。
也就是到济南上访，然后被青州当地的这些街坊呢，实际上他们的编制呢就是城管，他们也是城管，但是解放的时候也是这帮人，也就是这同样一帮的叫官匪吧，雇的地痞流氓。这些人就把他从省政府那儿接回来，还没有到青州，到一个临县，就是临就旁边一个县，找了一个宾馆软禁了好几天啊，中间呢虐待他，抽打殴打他，侮辱他。其中有一天呢，是把他弄到一个荒地里面，就十来个这些流氓啊，都是男的，他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一个妇女，把他的衣服呢脱光，还没有完全脱下来啊，上边的上身衣服就是这么敞着玩，下边衣服呢连内裤一直脱到脚跟，然后把他踩在这个地上啊，先是有人猥亵他，然后呢接着是有人是连踩带吐，踩他的嘴让他吃土。像这样的是在如果是发生在美国的话，那都是要判十几年的重罪，但是在中国呢，像这样的事情却明目张胆的发生着。受到这样的伤害以后呢，这个女网民呢她甚至想自杀，但是没有自杀成。那这样的事啊，老百姓的遭遇是非常多的，你根本就拿政府没有任何办法。那么现在呢，中共又加强了全面的监控，所以老百姓呢要想做出进一步的反抗就更加困难，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需要民主的原因。那么这几张图都是我自己拍的，左边呢这个是河南省固始县的县政府的大楼，其实我还拍的它对面那个广场都是非常豪华的。固始县呢是中国最有名的一个贫困县，也是人口最多的一个县之一吧，人口有上百万。右边右上面的两个图呢是被强拆的老百姓，也就是把老百姓呢迁走了，然后住哪就住这样的窝棚里面。当时我拍的时候已经住了六年了，现在呢有些人已经慢慢的搬回去了，但是有些人可能也无家可归，有些人早就死在这些窝棚里了。那么左下边呢这两张纸是我在深圳拍的那个入学的要求，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公立学校，但是它要人分三六九等，根据它的这个户口啊，你有没有房子，你有没有工作等等，分成三六九等，优先前边的优先入学，后面呢就入不了学，入不了学怎么办？你就上私立学校。上私立学校呢，它就要收费比较贵嘛，条件比较差。右下边呢是我在云南的一个山区一个学校，拍的这个学生宿舍，那个学生啊，很小学生。他都要住学校，他一个床你看他是两个被褥，他要住两个人，两个人要挤在一个床上，这小学生大概一周呢才能回去一次，也吃的也很差，即便是这样呢还是在私人企业的赞助之下才能达到这个条件，要不然很多人根本连学都上不了。那么中共呢当然知道中国的这么一些社会问题，那么在习近平上台之前的胡温时代呢，实际上呢还是在想一些办法在解决中国的一些问题，当然政治上一党专制这个是没有跑的哈，他也在镇压，像李小波高志胜这些人 也一直在镇压，那么在西藏的藏民也在镇压啊，但是在像温家宝主持的这些政务方面呢，多少还是做出了一些努力的，包括这个废除了收容审查，制定了政务公开条例，废除了农业税，建立了新农合、新农保，他们的早期呢还在推行村民自治，后期呢实际上已经不再推行了，农业开始补贴，然后还有劳动合同法可以对农民工呢有一个保护。那么
也就是说多少呢，他是在胡温时代还是做了些事情，温家宝呢还嘴上呢还是推广普世价值的，虽然就是他实际上他也没有办法去做。但是到了习近平时代呢，可以说是他越来越走向法西斯主义。那么他前面的这些胡温时代的一些开明一点的政策呢，实际上慢慢也都失去了功效。比如说收容审查废除了啊，现在劳教明面表面上也没有，但是他这个非法拘禁他比原来更厉害，他想拘禁你拘禁你，那就很随意了。你政府公开条例呢，以前靠着去公开呢确实还能够做到公开很多政府他虽然不想公开他不得不公开的东西，因为他不公开他违法了，法院就要判决他违法，所以政府呢他这个官员的政绩还受影响，所以他没有办法，还是有一定监督作用。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加强所谓的党领导以后，政府其实也是党的一个分支嘛。你要求政务公开，实际上就是要求党公开，那个党是可以指挥你公检法的。所以说呢，你去要求政务公开的时候，你去申请公开，他就给你说这个不在公开之列。至于为什么不在公开之列，他也不告诉你，你也没有办法。所以现在这个条例呢，越来越就变成一种形式，就没有什么意义。那么农业税虽然现在废除了，但是建立的新农合、新农保现在这个效用啊也是越来越低。像新农合呢，原来温家宝下来之前呢，不到100块钱，大概80块钱，现在要交200多块钱。原来能报销大概60%-70%，现在报销一半就不错了。而且这个费用呢，就又几乎又翻了一倍，原来花2000块钱看的病，现在得花4000块钱。所以这很多农民呢就已经开始不愿意交这个新农合。新农保呢刚一建立的时候是55块钱，然后温家宝下台之前是涨到了70块钱，现在是88块钱。这虽然就是说温家宝实在很低，但毕竟它是从零建立起来，从这个免除农民负担呢之后开始建立的。那么现在看来这个钱呢就远连通货膨胀都没有跑赢，农民根本没有办法靠这个钱。村民自治呢当然更流于形式，现在又是重新回到了党领导一切，也就是说村支书跟村委会主任要尽量一致，如果不一致不是一个人怎么办，那就是还是村支书说了算，村委会主任呢就变成村支书的一个下属。农业补贴现在实际上也在下降，也就是说整个农民呢他们的实际利益呢受到了损害。习近平时代呢公开强调民族复兴、民族主义，是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那么如果这个民族自豪感当然是可以的，我们变成了民主的国家，如果我们生活很富足，老百姓很幸福很公平，那当然很好，我们还可以为世界做贡献，我们还可以去防止那些比如说我们中国去跟美国一块儿去维护世界和平啊，去跟 ISIS 去战斗，去防止那些极端分子去促使那些独裁国家去尊重人权，那当然这个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习近平强调这个民族复兴呢恰恰相反，是要对抗自由民主，实际上是要强化他的独裁统治。那么也就是说他要公然摒弃民主价值，以前温家宝还说的这个普世价值呢现在已经成了一个负面词汇。同时呢他宣扬个人崇拜，去年三月份的时候不是修宪嘛，然后取消了两人限制，这个全世界都知道，他要一直想当国家主席当下去，当然主席是一个虚位，他要当一把手，要当 president， 要当一个终身 president。 那么为了压制反对派的声音呢，还不是反对派的，还是压制一切反对声音，所以呢他动用了一切警力不让大家发出这种声音出来。去年二月份的时候，北京有一个朋友到深圳，那时候我在深圳，我已经在那儿工作2年，说要请大家吃个饭，然后
那是过年嘛，去年春节不后不久，十五之前，然后我就找了一些朋友，我还没有找那种，我自认为不是说特别敏感，一找来，国宝立即就要干预的那些人，找了有几个律师啊，有一企业家，一共其实到的也就八个人，然后正吃着饭，然后就来了十几个制服和制服的和便衣，就把我们强行带到了罗湖派出所。至于说为什么带走，理由是说有人举报我们是寻衅滋事。之前呢，他们用到了很多罪名啊，那么后来逐渐固定成了寻衅滋事。现在一切就是这个口袋罪嘛，只要共产党想搞你，那就用寻衅滋事。但是为什么寻衅滋事，我们还是一头雾水。他不管你这样，强行一人俩人一个，反正先把我给架走了。然后等到审问我的时候，我才明白，他问你们要讨论什么，我没讨论什么。有没有讨论修宪？我才明白，原来怕我们讨论修宪，也就是说怕我们讨论出一个修宪，结果是发出这个反对修宪的声音来，也就是预先就把你弄到派出所给你，威胁恐吓。但是最后也没有什么结果啊，这把我们放走。这个呢，也只是说明了中共或者习近平这个同志啊，太心虚。他如果真的是大家拥护你当中任总统，你用得着你这么害怕吗？对当前的这个镇压呢，也是逐渐升级啊。那么除了镇压这个宗教团体、少数民族，像新疆的维族呢、西藏的藏族，然后各种基督教、各种各样的教啊，打成所谓的邪教。那么对民间社会这一块呢？那么从最初的镇压那些上街举牌的啊，然后去镇压那些之前呢是镇压政治的，因为你只要搞阻挡啊什么组织的，这个他就更加镇压你，没有组织呢你就利用互联网进行宣传，他要镇压你，然后走上街头的要镇压你，然后走向你去支持他们松饭党也要抓你。你像我在深圳的时候，2016年呢就抓了，当时有一个所谓的一个集团，集团怎么回事我们也不清楚，那个他们领头的叫邓洪成，跟一些人经常在一起吃饭，可能会在讨论这样一些事情，他们那一下就抓了十几个人，加上零星的加起来抓了有14个人，后来放了大概有三个，还有13个人，那到现在已经是两年半了，将近2年半，也就是不审不问，完全是一种，而且完全是一种失踪状态，你到派出所找你也找不到，也不通知家属，这就变成了他们一种惯例。甚至还有一个叫大碧牛的网友跟我关系比较好，他其实做什么事情呢，也就是说平常开一个茶庄，请一些人来做一些讲座啊，比如说刘军宁老师到深圳啊，请一个做一些讲座，我也在那做一些讲座，讲过内战前期国共两党的政协会议的一些事情，还讲过一个人权的一些基本知识，但是就这样一些很温和的一些行动，加上他组织了一些送饭活动，给那些政治犯家属送饭，其实也不叫组织，只不过在微信群里边号召嘛，但是最终结果呢，就是把他抓了，到现在也是有差不多1年了，也是不允许律师接见。其他的一些法西斯主义特征呢，包括运动群众、国进民退、强力部门的特权，也就是警察特权啊，根本不讲理，以前还给你讲一点形式上给你讲一点，现在完全就是给你不讲理，强调党领导一切，也就是说完全排斥司法独立，完全排斥权力制衡。对于这些倒行逆施呢，中国的在国际上这个自由指数啊连连下降，这个自由之家呢每年对世界各国进行自由度的排名，2018年中国的排名呢
是倒数第13位，得分呢是11分，再往前呢是14分，再往前15分，再往前16分，可以说这几年得分是连年下降，排名呢是逐渐逼近 top ten， 跟世界上最独裁的那些国家越走越近。然后呢，我想说一下互联网时代的抗争的特点。互联网呢，时代因为本来互联网的目的是开放的，但是中共建了一个 Great Firewall， 然后把中国跟世界隔离，使得中国呢就成了一个大局域网。那么公民要抗争怎么办呢？那就要利用翻墙工具来访问国外的网站，同时呢也可以利用一些翻墙工具呢访问一些进行一些比较安全的一些通讯。那互联网时代呢怎么抗争呢？首先就是要一种网络写作，也就是在网上要传播民主人权的理念。这个理念呢，因为中共的这种洗脑呢是一种系统的洗脑，它不仅是一种理念，它甚至在文史方面它给你进行大量的虚假的历史宣传，虚假的历史。那么所以说网络作家呢，他们的就以这个传播真相传播真理为己任。那么最终的结果呢，就是大量的人一批一批的在被关进监狱，那么没有关进监狱的人呢，实际上也经常被骚扰软禁，随时进监狱。当然还有一些人呢就已经被迫害死了，像刘晓波呢就是一个典型。这里边我说在狱中呢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因为网络写作的，那么还有比如说街头行动的，还有因为阻挡的，或者说写公开信搞这种政治，搞政治活动，等等，那个就非常多了。互联网时代的公民行动呢，它往往是，是我可以用这个图来解释一下它发生的一个发展的那么一个过程。那么当社会发生了某一件践踏人权的一个事件的时候，那么当受害者或者他的家属他就会呼吁，因为有了互联网，所以呢他可能这个在网络上就会迅速传播。那么当地政府呢一般他是会压制这个敏感事件的，但是有时候他会压制不住，然后呢有一些人权活动人士就会介入，介入之后呢他就会组织一些声援活动，各地的人士就有可能去声援这样的一些事情。同时呢人权活动人士呢有可能去介绍人权律师介入这个事情，也就是说形成人权律师和公民活动的一种互动。公民活动呢除了在各地进行举牌示威，去把这个图像发到网上形成舆论压力，那么还有可能呢在事发地呢去到现场去游行示威，给当地的那些部门施加压力。那么人权律师呢这也是必要的，因为没有这个律师介入，那么你这个案件没有办法在法律上往前推进。那么当局呢要为了掩盖这些事情，为了这个掩盖不公，那么肯定呢就要在法律上做手脚。那么这些法律上做手脚呢，那么由于律师的介入，所以正好可以揭露他哪些地方是违法的。那公民行动再去支援这些人权律师，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性互动。最终的结果呢，也有可能当局呢做到一定的妥协，事情呢得以和平解决，但是也有可能呢，尤其是在政府得到上级政府的这种支持下，地方政府就有可能把他事情完全给压制了，这些律师呢也有可能遭到报复，那么最终就是没有结果。但是只要这个事情本身一波一波的发生，那么公民社会就会得到逐渐的得到锻炼，
那么这一次不行，那么下一次可能就会做得更大。那么在互联网时代抗争就离不开互联网，那么要在互联网上传播，主要还是在国内进行传播，因为在国外传播呢需要翻墙，很多人是不会的，而且加上当局一直在阻断使用翻墙工具，除了技术上之外，当局也逐渐的把那些使用翻墙本身当成一种所谓的给你扣个虚拟姿势的罪名呢，来威胁你，关押你。那么在国内传播最主要的呢，要能把消息传播开，就要避开它的审查。首先呢，就要避开这些关键字的审查，比如说习近平这三个字是关键字，那 OK， 那我就用一些其他的词汇来代替它，比如我现在写的这几个，包子啊，什么 Hitler 啊，是吧？等等，这些都是大家一看哦就知道这是习近平，这些东西就可以在网络上就流传开。当然有时候在严格的时候它大家都用，比如你说习包子，可能习包子这三个字本身它也成敏感词了，你就也不能用，你还要换一种方式。那除了文字呢，那还可以使用图像，图像呢虽然也可以审查，但是它的成本非常高，所以它就不太容易及时审查。这样的话在微信啊微博啊什么 QQ 群啊等等，它就容易传播。那么即便是纯文字呢，也可以把它做成图像的方式来进行传播。那么为了逃避审查呢，那么就可以比如说把这个图像呢，比如文字哈，把它横过来倒过来，或者再加一些干扰的一些条文啊等等，这样他们就难以审查。各地的一些声援行动，比如很多人在一起穿上一个，文化衫啊等等，把这些图像放在网上，然后形成迅速的传播，形成一种舆论压力。当然，这种舆论压力呢，如果是纯政治性的，现在就当局越来越不顾及这种压力。虽然不顾及，但是对公民社会来讲也是一个锻炼，因为大家在互相传播的过程中，公民的网络会得以发展。那么除了图像和文字之外，还可以使用声音，或者是发一些短视频，或者发一些链接，然后有一些东西呢给，或者是发一些下载，通过这种方式呢来传播信息。这些呢是维权人士经常用的一些安全通讯工具。下面三个是安全的，邮箱，电子邮箱，上面呢是一些即时通讯工具。当然有些东西现在已经不太安全了，比如像 Skype 呢曾经呢还有两个版本，一个是 Skype 公司自己的，还有 Skype 跟中国合作声称的一个叫 Tom Skype， 那个就是纯粹用来监视用，后来被微软给收购了。第二个呢是 Viber， 为什么我专门提一下这个呢，以前我们在健身房搞这个活动的时候就专门用这个 Viber，后来就又被更安全的工具给替代了。当时很多人不是被抓吗，被拘留，当地警察很奇怪，哎，你们这些人是怎么联络的，因为他觉得他们都已经能监控住你们，那手机啊什么完全监控住，你们怎么能互相联络，一起在这里形成一种活动，在这几十个人聚在一起示威，他觉得很奇怪。实际上我们都是用这个 Viber 联系的。然后呢，我介绍一些大规模抗议性、群体性抗议事件。这个背景图是发生在上海的一个事件。这些特点呢，一个是，大规模的上街呢，往往都是一些跟所有的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最主要的就是污染项目。那么地方上往往在上一个污染项目的时候。地方是为了发展经济嘛，为了 GDP， 为了政绩，要上这个污染项目，那么这就威胁了所有的当地的老百姓的这种生存权。所以呢，在一些领头的维权人士的带领之下呢，大家就有可能去上街，去群体性抗议。
这里面我列了四个图片，这些东西其实在网上都可以查到。再一个群体抗议呢，是对这个不满，对尤其对城管不满。那城管呢，逐渐的就沦落为一个政府欺压老百姓的一个工具。因为正规的警察多少还是有些顾忌，这些城管往往都是一些临时编制。政府也在不便公开出面的时候，就让这些城管出面，所以这些城管的素质又低，所以他们呢有时候就会管理不严的，他们就会欺男霸女，在街上比如说去抢东西啊，去打人啊，就有可能招致义愤。你看最右上角的这个是温州的苍南县，因为打人呢，这四个城管被围困在他们这个城管那个车里，上万人把他们围困进来，然后警察过来就也不行，就警车都被掀翻了，然后这几个城管被打了，好像没有打死啊，但是打伤是没有问题的，打得很惨。还有一些群体抗议事件呢，是这些讨薪啊、罢工啊，是这样一些事件。豫园鞋厂的工人罢工呢，当时有5万多人罢工，这个是规模，今年的规模比较大的。当时呢，也是由公民权团体去发动的，所以后来呢，当局呢，也抓了一些劳工 NGO。其中还有一个人也是上电视，中央电视台进行那个电视认罪嘛，这也是中共的一个手段。但是这个都属于后期的报复。当时的时候，组织这个罢工其实也不能说是完全公民社会组织的，而是这些工人有了罢工这个要求，他们又不懂怎么去罢工。这个时候呢，这些维权群体就会介入来指导他们怎样去维护自己权利。左边这个卡车司机罢工是2018年去年发生的，当然对这个罢工的争议比较大，因为它是实际上它有一些对抗市场的一些行为，因为它是很多价格市场制定的。但是呢，对于整个共产党这个行业管理的不满，也是这个原因。至于说教师讨薪、农民工讨薪，那就更多了。每年都发生无数起，还有一些是受害者。这个最新的是今年初，是江苏淮安的那些家长为孩子注射假疫苗而进行抗争。那么中间这个是 P2P 的那些骗子理财公司啊，那些受害人。这个图是重庆，但实际上这个受害者是全国性的，因为当时这种 P2P 公司啊，这种理财公司全国到处都是。其中有一个比较著名的一个例子是上海一个女受害者，刚刚30多岁就自杀死了，上吊死了。她留的遗书里面说呢，我损失了20多万块钱，但是这个钱丢了呢，我还可以再挣。但是我为什么自杀呢？因为我活不下去呢。因为我作为一个受害者，我要求我的正当权利，结果那些骗子没有被抓，没有被管，没有人去重视，反而我自己要被遭受拘留，要遭受逮捕。然后走到哪里都要有人看着盯着，把我当成一个，把我当的，把我的反而当成了一个，当成一个施害的人。你真正施加做坏事的人反而没有受到惩罚。所以呢，我几十年来养成的这些价值观完全毁，三观全毁。也就是说，共产党培育了他们这种价值观啊，对整个这个社会的信任，就彻底崩溃，所以呢，他就活不下去了，就自杀了。去年这个老兵维权也是全国性的，这个也是全国各地都有，主要是越战时期的老兵，
他们后来没有得到安置，因为他们的力量很强大，所以当局对他们很头痛。不过所有这些大规模的示威呢，合起来他们之所以能够发生，一方面呢因为受害群体比较多，第二呢因为组织者呢一般来讲就尽量的让他去政治化，也就是他们要求的往往都是一些经济利益，即便是打殴打，比如说那个对城管的那种是一种义愤，但是他们也没有一些明确的一些政治目标，所以这些事件呢，年年都在发生。但是由于当局呢对网络加强了这种控制，任何苗头都有提前压制下去，所以呢，近几年呢相对于前几年呢可能会少一点，但是呢。像这种 P2P 啊，什么老兵维权啊，这样还是在时不时的发生，他们也是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受害者实在是太大了。下面呢，我再说一下关于零八宪章运动以来的。对，时间上行。好的。那有些事情大家都知道的，我就不提了啊。有些我需要点对说的，我就再稍微。提一下，这新闻运动我需要提一下。新闻运动呢，当时它有两个主要诉求，一个是官员财产公示，一个是公共教育平权。财产公示呢，就是各地的公民啊，他们都打横幅提出这种诉求。教育公平呢，也是主要是家长在要求教育公平。这种教育公平其实主要是要求高考的教育公平。同时呢，他们也是号召这个同城聚餐。大家要当时呢是商定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六下午晚上，全国所有的城市一起来聚餐，这样形成一种规模声势。而确实是在这聚餐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扩大了一些公民网络，大家自发的形成了很多公民抗议行动。那包括许志勇啊，什么丁家喜这些人呢，也都后来被政府抓捕判刑。这乌岗村的这个民主选举是一个很典型的事件，大家可以网上也看到它的详细介绍。简单的说呢，就是2001年由于村官腐败，村民去进行抗议，抗议结果呢，当时呢因为还是温家宝时代，所以呢还是汪洋主政。做了一些让步，农民呢争取了选举村官的权利，选举了自己的村干部。但是呢，当局随后进行报复，到2016年的时候，把民选的那个村官林祖炼抓起来，说他腐败。老百姓再去抗议的时候，就遭遇了血腥镇压。这个乌坎村呢，这个总的实践还是失败了。还有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比较典型的是救援人权捍卫者陈光诚的行动，这个是国内呢一直是可以说是有教育了很多人，有大量的人权捍卫者到中石谷呢去看望他呢，本身呢也知道救不了他，但是呢这是一个展示公民力量的一个方式。为什么要教育很多人？因为很多人其实呢，他本身他不知道这么回事，他并不是人权捍卫者，或者说他并不是公民行动者，他觉得这事情很奇怪、很荒诞。因为政府如果做坏事的话，他很有可能，他在很多人的概念里面，他政府很有那个官员很有可能做坏事，但是要偷偷摸摸的，不会光天化日之下，不会光明正大的做坏事。但是等到他们去到那儿一看的时候，哦，还真是这样。所以呢，他整个的这个价值观他就会发生变化，所以就意识到整个这个体制它确实是已经站到了一个民主这个公平民主的一个对立面。这个事情本身就有很多传说啊，实际上是陈光诚自己逃出来，然后呢当时我们的研究所所长叫郭一闪把他带到了北京，后来送到了使馆里面，又经过来波折，然后陈光诚现在在美国，也住在波特马克。
另一个典型的事件是建三江的昆明抗议行动。这个事件呢，是当时是土夫组织的，我呢也是作为其中的一个协调人之一。其中的这个财务这个、也就是募捐和支出是由我来负责的。当时是一个公民行动和律师们互相配合的比较典型的成功的一个事件。最后经过抗争呢，这些最初的四被拘禁的四个律师，后来被拘留的15个公民，然后他们都被释放了，当然有些人遭遇了酷刑，这个形成了很大的声势。当时他们也没有去北京的公安啊，也没有去威胁我，去阻止我。后来为什么呢？现在想起来，可能是因为曹春丽的事件，因为当时发生在2014年的3月，2月份的时候曹春丽刚去世，所以呢，很多人间捍卫者呢想去抗议北京的这种对曹春丽的迫害，北京呢很担心，所以正好3月份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大家都去救援这四个被罢军的律师，北京当局呢可能觉得这事情对减轻当地的压力有好处，所以他没有专门对我怎么样。这里面因为有些声明也是我起草的。那么除了这些公民社会集体的抗争之外，那还有很多勇敢的公民个人的一些抗争，比如说街头举牌抗议。大家看到中间这个呢，是上面中间这个是黄文勋举的牌子啊，这公然写着打倒共产党，是在广州街头。左边这个是行为艺术，是屠夫啊，这是被抓之前在江西最高院的行为艺术，谴责最高院呢制造司法不公。右边这个是泼墨女孩啊，她的这个信息在传播了。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联署声明，这些个人啊，有些人不一定能够发起来，但是至少他能够他也不能保证有多少人，但是他能够带头发起这个声明，那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比如说这个徐志勇被抓以后，像王功权和这个校属他们发联署声明，数次发联署声明。还有一些，当然还有集体行动，律师呢去控告官员，还有一些人创作民主歌曲，啊，这个最著名的就是徐林和刘思法这两个人。刘思法后来放了，徐林后来判刑了3年，现在还没有出来。还有很多艺术家用他们的行为艺术，中间这个看党旗上吊这个叫追魂，他是宋庄著名的艺术家。宋庄为什么老也成了这个中共的眼中钉呢？就是因为有一大批这样的艺术家。左边这个忏悔的毛，实际上这个雕塑呢，是高氏兄弟创作，他们创作了一大批这样的雕塑，这些都具有启蒙意义。当然还有一些漫画，最左下角呢，这个竖中指的这个行为艺术是艾薇薇的，那个也是比较著名的一个行动。那么我们展望未来的中国呢，我相信它一定是一个民主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是独裁专制真的是非常有生命力的话，那么这个社会恐怕就不会是越来越民主。那只有真正的民主社会才能经历各种考验，才能长治久安。那么一党专政呢，首先遭遇了很多危机，第一个就是它的合法性危机。因为共产党他没有办法，他怎么也没有办法解释凭什么你就永远专政下去，他只能用自己的这个 performance， 也就是说我在台上的时候我的经济发展比较好等等，但是这些都只是暂时的，他的合法性危机他永远解决不了。第二个就是他的经济危机，共产党的经济呢，他主要是靠房地产拉动，那么房地产现在已经属于这个泡沫状态，那么经济现在连年下滑，有些专家估计可能连2%都没有，官方呢说有6%，但是呢在跟历史这十几年来一直处于一种越来越低的一个状态，而且财政危机
伴随着财政危机越来越严重。那么可以说是这30多个省份里面，只有6个省份是向中央贡献，有做贡献的，其他有20多个呢，都是需要中央补贴的这些财政。当这中共已经没有足够的钱来维稳的时候，那么他这个统治恐怕就要已经到头了。以前在毛泽东统治的时候，他不需要钱，他是靠着组织控制。现在他一切维稳都是要靠钱，无论是收买还是镇压，因为镇压也是需要成本的。我记得有一个市长当时的抗议群对那个接受采访的时候，人家问他为什么去镇压这些群众，他说：“你说你以为我愿意镇压吗？我调用这，我申请使用这些武警，那我一天要支付1亿。”你想这几天就要几个亿就要出去，所以这个没有钱的话他们就很难维持下去。再一个就是信任危机，那么各阶层对共产党呢都会逐渐的产生不满情绪。那么农民我刚才说了，中产阶级他负重前行，那么即便是得力的官员呢，实际上现在也有很大的不满。还有一个就是党内危机，因为共产党以前呢是一个集体统治，现在变成了逐渐变成个人统治，所以呢共产党党内对习近平个人肯定会有很大的不满。国内呢有很多官员呢，我听说他们都处在一种就不做事的状态，就是混日子状态，大家都在坐等出事的一个状态，因为他们自己利益也受损失，他们做事呢反而更有危险。这是一党专政本身遭遇的危机。那么从外部来讲呢，那么世界对中共呢越来越警惕，以前是一个接触政策，希望中国跟世界逐渐的连成一体，接受世界上的这种自由民主的价值观，逐渐的进行内部的民主自由改革。但是中共呢，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就根本摒弃了这样的道路。习近平在美国去国会进行演讲的时候，就专门提到中国已经创造了另一种选择，也就是民主之外的另一种选择，这个就让美国人非常警惕，他就知道你肯定要跟他不就走不到一块儿，所以呢从原来的合作呢变成现在的一种对手关系。对中共的这种大外宣呢，整个世界呢也是在进行抵制。那么中国是不是说一定没有共产党就一定会大乱呢？那么我觉得应该是不会的。首先呢，这个民智已开，也就是说经过这几十年的所谓的改革开放也好，还是互联网也好，自由民主这些人权这些概念已经在中国老百姓心里边已经落地开花。虽然就是说他可能对这些法理他不太明白，但是对于自己的权利，尤其这个权利意识是非常强烈的，甚至家庭矛盾的时候都会说：“哎，你不能侵犯我人权。”就人权这个词汇，他已经都用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去了。第二个呢，中国传统文化，很多人呢说它是中国传统文化呢是有利于专制独裁，但实际上呢，我觉得还不能完全这么说。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成这种秩序，我们可以看一看，在除了中国大陆之外，那么华人聚居的地方，无论是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或者是在美国的华人或在欧洲的华人，他们并没有说是一个社会累赘，或者说他们就对整个这个社会起一个反面的作用，尤其是台湾是一个民主的一个典型。看着很乱，但实际上他们民主已经稳固下来了。你像我在美国来的时间不太长，街上看到很多乞丐啊，但是我没有看到一个是中国人。也是中国人呢，他有这种勤俭节约、个人奋斗的这么一个传统，所以只要有了民主，有了这样一个个人奋斗的这么一个机会，大家还是愿意珍惜的。最后呢，就是我想说呢，建设民主的道路呢虽然是光明的，但实际上还是任重而道远。共产党主动变革的可能性虽然有，
但是目前来看很小，尤其在习近平时代是基本上不太可能。那么我们这民间社会呢，应该一切民主力量呢，应该能够尽量的团结起来。我来到美国之后也听到很多不团结的一些传闻，但是也看到了很多团结的一些事实，或者说一些可能性。我觉得各种支持民主的力量团结起来可能性还是很大的，需要我们共同努力。我相信中国的民主一定会实现。谢谢大家。我们大概，因为我们就顾客到4点，所以还有18分钟，看大家各位有什么要向子立提出的问题啊，或者是有什么观点，就随便聊一聊了，就比较随便了，看看谁。小康要讲两句吧。我跟子立在国内时就是也是朋友了啊，有个建商家时就有个联系，捐款那个时候搞那些活动的时候，我向子立提个问题吧，就是你开始说为什么中国需要民主啊？你好像有一个方面是没有谈到，我想问一下你，看看你的那个想法是怎么样的。就是你认为这个，你我看你大多数谈的都是中国底层的这个政治反对者，还有一些底层的这些，比如说尘肺病的受害者，还有这艾滋病的受害者，很底层，他们在中国社会是很底层。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觉得中国为什么要民主？好像跟这个中国的那些中产阶级啊，比如说那些在职的官员呢，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就是中国的民主化跟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你好像很少触及这个方面，我想听你，你就像在国内我们聊天一样的，你跟我说一说，跟大家说一说，啊。你刚才说的中产，刚才提到的是一个从资产的角度理解，当然你又提到了官员，这其实官员我觉得还不能算中产嘛，因为他们官员总的来讲属于一个利益集团阶层。那么我理解中产指的是有一定的资产的人，对吧？比如说有房有车有存款，然后生活不愁，有自己的这种经商事业，这样的一些人。那么这些人我认为以前应该是没有问题哈，在至少在胡温时代以前，那这些人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为他只要有钱赚，他有奔头。那么他对于当局呢，本身他虽然对他比如说不民主啊等等，他会有一些看法，因为他毕竟很多人是有支持的，但是他不会去有一些反对行动。但是习近平时代之后就不太一样了，习近平实行的是一个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的政策。薄熙来在重庆主政的时候，他实行了什么政策？就是把那些所有的民营企业家基本上是赶尽杀绝，尤其那几个头，把他们的把那些基本上前10大民营企业家，不是抓起来，就是被逼走，他们的资产呢被没收，然后成为了习近平拿来去搞所谓的这些民生也好，或者是去加强控制也好，变成他的资源。那么你想，在这种状态下，这个企业家连自己的身家性命财产都保证不了，他们怎么可能会支持他们？那习近平上台以后呢，实行的是类似的一个政策，也就是现在这些企业家呢，他你比如说马云说我的资产全都是共产党，他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吧？那么他是为了他自己的这么一个政治安全，同时也说明呢，这些在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这种专制国家，它虽然也有物权法这样一些法律，但是呢这些法律并不能给这些企业家提供真正的人身安全。那么文明社会是从尊重私人的财产权开始的，也就是说从英国的洛克时期，从那个时候英国发展出来的。那么我们到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说建立这个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样一个概念，尤其是这些先富起来的这些人，他们往往都有一些原罪。共产党想查你的话，那是非常容易，他想搞你，可以说是想查谁查谁，给你安什么罪名都不为过。而且说你这个把这些富人抓起来之后，那很多穷苦老百姓，甚至他不明就里，他觉得哦，甚至说你活该。所以这些富人他没有这种安全感，没有安全感怎么办？所以说呢，就我个人的感觉，我觉得他们也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尤其保障公民财产权这样的体制，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些开化起来的人，比如像王功权，
他在新闻运动中他就是一个重要的幕后推手。新闻运动它其中有一项是刚才我已经说了，是周末聚餐。那周末聚餐的时候很多人没有钱怎么聚餐，所以王功权就出了一些钱，这个钱不算很多，因为他是亿万富翁嘛，出几万块钱十几万块钱对他来讲都不算什么，对吧？但是呢对于那些穷人吃饭他就很重要，对不对？所以呢正因为他在背后这种做一个推手，而且是后来是他走到了前台被习近平呼吁，所以当局把他也抓起来了。 他只有在做了妥协之后才给把他放了出来。那么像这样的企业家其实多得很，就是说明的暗的其实都是在支持公民社会的。就是就我本人来讲，就救援陈光诚的时候，就有一个企业家朋友给了我一些钱让我去做这些行动。其实这呢还有一些人呢给过我钱让我去救援一些其他这些政治犯家属，但是他们不愿意透露姓名，他们愿意做这事情，但是他们不愿意透露姓名。所以我相信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而且确实只有在民主社会以后，这些企业家也好，中产阶层也好，他们自身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啊，谢谢。我提一个问题，那个刚才你说到这个公民抗争啊，在当下呢，从2015年以后，我们实际上现在是一个万马齐喑的一个状态，就我们感受啊，在海外。所以从你长期观察这个国内这个公民抗争，你的感觉，就是你能不能描绘一下，可能下一步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可能性呢？就从公民抗争本身。对。你应该看到最近的，比如说这个委内瑞拉的情况，对吧？委内瑞拉呢，就是，这个马杜罗呢政权呢，最后搞的这个通货膨胀实在是老百姓忍受不了，最后全都上街抗议，是吧？现在虽然还没有结果，但是可以预见马杜罗政权他已经支撑不了多久了。那么国内也是这样，他在强力镇压之下呢。就表面上可能是，哎，你一出现他给你压下去，把所有的不稳定因素他都要消灭在萌芽状态，这是他的一个目标。但是他实现这个目标呢，我刚才已经讲了，他一定要有经济资源，也就是说他要足够的钱去收买去镇压。那么我认为呢，当他的经济已经不足以给他提供足够的这个能力来镇压的时候，他所谓的维稳力量，比如那军队、那警察、那些城管，很有可能就变成了一种不稳定因素。你比如说警察去讨薪的这事情，他网上也有啊，你可以看到，也就是警察本身就有可能变成一个不稳定因素。也就是说他现在的经济还能够撑下去，那他就可以暂时先往下撑，当他真正撑不下去的时候，那反抗的就不仅仅是一个那些比较就是有先进文这种维权意识的这个群体，人权捍卫者群体，那很可能是一些真正利益受到损失的群体。咱们举例来设想一下，比如说他的经济再进一步下滑，失业进一步上升，他没有钱了怎么办？他只能印钞票，通货膨胀，那么损害的利益群体会更大，那老百姓可能都会上街。这种压力呢，是长久以来是他没有办法承受得了。所以也就是说，尽管没有哪一个突出的一个公民团体能够成为一个领袖哈，振臂一呼大家全都呼应，但是呢，这样一种越来越危险的这样一种局势，这个是他没有办法控制的。那么到了一定压力之下，那这种分崩离析或者在一种他没法控制的时候，公民社会产生一个新的领袖，这个是很有可能的。往往都是一波接一波嘛。八九的时候，王丹先生那个时候是学生领袖，然后一批一批的人，长江后浪推前浪，总是在有新的运动领袖出来，这个我们也是不用担心的。前浪四在沙滩上，还有没有其他的？你好，我是就是向政府机构关心的，然后来自台湾，我叫陈光。那我问题比较就是聚焦在你刚好提到关于互联网上面的公民互动，
那你有提到说公民动员在这个过程中在锻炼自己，但是在很多其他的政治学研究也发现，共产党政府也在锻炼自己，他们现在不只会被动的审查，他们会主动的干扰，他们有更多的无毛党会去带动舆论。那我好奇一下，那你对于现在这样子的一个风向，那你觉得这些公民运动有什么样的新的突破的方式吗？因为事实上现在这些无毛党们不只是中国本地，连在台湾、在澳洲、在美国都他们都有影响力。那对于这样子的就是反过来甚至在侵略甚至在控制互联网的一个动作，你有什么看法？我觉得这个五毛党呢，就是这个词本身就能够体现它的含义，也就是说他是拿共产党的钱来做事的，他并不是出于他自身的理念来去做。那么这样的人呢，他就依赖于共产党的这种财力。但是呢，共产党目前这些所作所为呢，因为他这种不民主的这种状态下，受害者是一种大多数的人，所以呢，多数人呢，他们这个从人数上来讲，你是没有办法，这个五毛党是没有办法跟真正的人民大众相比的。最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比如两会，有很多记者接受采访，他们也上网。我最近就看到一个视频，啊，上面的是这个人民代表啊，在那去说的那些冠冕堂皇的官话。然后底下的这些老百姓的这种评论啊，那是清一色的是批评他们，也就是说滚动了大概有一两分钟吧，一秒钟可能滚几条，那就是有几百条的评论全是在骂他们。也就是还有一些类似的现象，比如说我记得好像是外交部还是什么，就是说是发表了一个这些冠冕堂皇的一些说法，然后底下的网友全都是滚或者干脆就禁止评论。比如这些五毛，那在偶然的情况下，靠着他们拿钱，然后他们可能会做出一些影响。但是呢，真正的民意是这些五毛根本就没有办法相比。也就是真正的民意总有，就是说只要他们能够释放出来，那么这五毛根本就可以说小到可以忽略不计，这个意思。时间关系，最后一个问题啊。那我提一下。最后一个可以报上。你预测未来是比较难的，你就说从那个今年就开始啊，走向了低潮，公民抗争运动，那么你预测一下那个下一步的高潮，什么时候开始啊？而且很多人认为今年2019年就是共产党的70年大限啊，你对这些问题怎么看？下一步公民抗争啊，什么时候开始？大概也是海外我们这些人最关注的，因为你刚从国内来啊，你是最有发言权的。好，我刚才也提到说低潮，为什么低潮呢？因为我在国内去过很多地方啊，原来高潮的时候，比如说举例子，比如厦门，在新文运动比较兴盛的时候，在一起聚餐的可能就是说有差不多有几百人。那么经过这种不断的这种压制呢，包括谈话、威胁、拘禁什么各种手段全使，那么现在仍然保持活跃的可能就只有几个人。但是那原来几百人并不是说凭空消失了，他们的思想观念还在，他们也实在一起在关注着这个事态的发展。那么一旦这个事情比较这个环境比较宽松的时候，那么这些人呢就很有可能重新站出来。那么比如说在有一些比如说需要公民集体抗争的，设想一下，比如说又有一个污染项目来出来，以前就厦门就有过这个反对 PX 项目的这么一个活动，那是很多年前了，大概2009年。那么这些公民意见领袖他们可能还会出来，或者这些积极活动的人还会出来，来带领大家来重新出来抗议。那么这种抗议呢，要转变成一种政治上的这种成功啊，我觉得那个是可能还为时尚早。只要共产党它内部不分裂的话，那么我觉得在几年内恐怕还是很难取得民主的成功的。
因为按照这个目前的这种趋势，虽然共产党经济是在逐渐下降，但是他毕竟手里还有很多资源，比如说他有大量的国有企业这些资源，是吧？他假如真是想财政困难的，你比如说他把这些变卖这些资源，那他实际上他就又有很多钱去用于维稳。所以我认为呢，至少不会说是很快他就会崩溃的事情，还是要有一段时间的。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耐心，但是一定要坚信民主最终的胜利。OK， 好，那各位由于时间关系，谢谢陈烈给我们做了演讲。那么今天的活动就到这儿了，希望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来办类似的活动。谢谢。好像个媒体见面会。好，谢谢。